悔しい気持ちをたら情けなくて涙が出る踏み込むほど苦しくなる痛くもなるああ感じたままに進む自分で選んだ午安，感觉大家现在都蛮忙的。午安。あの日踏み出して初めて感じた気の痛みも全部不安好想睡，现在不是才已经一点了吗？怎么会想睡？太糗了呗。自分に渡せない色で何我还在赖床，真的、哦，我今天很早就起来了，因为现在没有课，所以我就在家里直播。谢谢国树送的姻缘棒，谢谢。かけがえのない僕ら。今もそこにあるよ知らず知らず楽しみと午安，天，呜、哦，开始有人进来了，大家午安 ，Hello， 刚人比较少，所以刚刚就一直在看着电脑。大家午安啊 ，Hello， 明晶午安，国树、阿当、安德鲁、小易午安，穿我们回你赖，笑死。谢谢果树送的应援棒，谢谢。谢果树。吃午餐了吗？我吃饱了，我吃了一个小的健康便当，它就是那种低脂低卡路里的便当，还蛮好吃的，我每次有时间就会跑去买，因为它其实很快就卖完了，就是它中午开卖，然后卖到下午，它其实开到晚上，然后有时候卖到下午就卖完，所以晚餐都很难吃到那些，有时候会买着，然后晚上再热来吃。
对啊，现在很流行那个健康便当，然后所以就很多店，然后之前健康便当其实都蛮贵，就是一个都要150以上，然后我就觉得吃便当吃到150很贵，然后其实分量也就是一般的分量，就是不会到特别多，所以就150有点贵，可是现在越来越多店，然后他们就把价格压低一点，然后就会买到很多，可能100块就买到便当，或是100内的便当，就会觉得很爽，就是减肥还可以便宜减肥。什么是健康便当？就是比较不会那么油，然后它的饭可能就不会是一般的白饭，就是什么五谷饭还是紫米饭吗？然后可能就上面会有地瓜，然后一些比较低盐低油去调理的肉跟菜吧，像这样子，那其实都吃的蛮饱的，然后调味都还蛮好的，然后就会蛮喜欢的。我最近都不吃鸡胸肉，我最近都吃蒜泥之类的，蒜泥猪之类的，因为就想要吃一点味道的东西，因为我最近有点变胖，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因为要公演了，然后就赶快临时抱佛脚。我的睫毛塌下来了。我的衣服里面 ，Hello 季风亮 ，Hello Rex。Hello 阿鬼 ，Hi CJ，Hello， 大家晚安，是午安。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白天开直播了，笑死。所以我接下来的言论都会有一些日夜颠倒，像我会开始说晚上的事情，跟大家说晚安。所以看完就可以，差不多就可以睡觉，是不是？没有睡回笼觉。现在应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时间开播很不对，因为现在这时间不是午餐时间，通常这个时间是午休刚结束的时间，所以大家就不能看直播。杂粮饭低油低脂，可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吃杂粮饭，因为我很喜欢吃白米，所以杂粮饭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点，邪教。对啊，没办法，可是我今天就这个时间比较有空，可惜。今天大概开一个小时左右，然后等一下下午要回去继续上课了，就抓个时间要赶紧离开。是在我这种废人，国术不在准备那个吗？我今天感觉好感兴趣嘛，我就是光光跟妆打得好，妆化的好跟光打得好，是吗？然后我今天又穿白色，比较没有威胁性，因为我平常都穿深色黑色的衣服，然后就可能看起来会有威胁性。那天晚上，不是中午好，对不起。不好意思，比较没有形象一点。有点疲乏了，要找点别的事情哦，找一点别的事情分心一下。那好嘞，讲空棒啦，空棒啦。游戏一楼三晚安，午安。午安，我有大家都知道午安。一路ご飯食べた、もう食べましたよ。今日はお弁当食べました。谢谢余春分享直播间，谢谢。大家好，我是 AKB48 TP 的柏林。七段三吗？你是说七段大作战三吗？即将出的那款游戏。但是明年出啊，2022年，感觉是还要等很久。
みんな弁当食べた。ヨン哥はもう食べましたか？昼ご飯。一个措手不及。嘿，小黑黑午午安。终于有中文呢。对呀，我这之前可是其实我看日文没有关系，我自己本身就蛮喜欢看日文的啦，训练我的日文能力。我最近在看那个日本的选秀节目，然后它就是都是新的，所以就都只有生肉可以看，就是那种没有生肉，生肉就是没有字幕的意思，熟肉就是有人帮忙上字幕的影片。然后我通常都是看生肉比较多，因为我都是看线上直播，就是线上直播就是直播节目就不会有字幕了。打哈欠就不会有字幕了，然后就用看那个来学日文。我来摸爬食べました。今今日は焼き鳥弁当。本当ですか？私は食べました。我以前日中都看生肉，看不懂烧烤。我觉得其实看不懂也没差吧，听不懂其实还是看得下去。我以前是这样子，就是那个字幕就算没有上，然后我那时候就算日文程度很差，我还是会看，因为就是觉得很好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看懂字幕，看懂了以后就会发现更喜欢看这些综艺节目，还是好看。对啊，看爆欸。週末の公演頑張って。シンガポールから応援するよ。ありがとう。週末の公演は頑張ります。ユニデシーは頑張ります。みんなに会えるのが楽しみ。2点继续实习。OK, 我今天大概也是开到2点左右。我今天开一个小时。所以再练。195万キロのフィルム，歌词超难，超唱超快。对对对，我知道这首，我们大家来听。对，我也很喜欢徐酷妹，最近很喜欢 Hige Dan 的歌。刚刚突然看到波乐开的时候吓了一跳，对啊，没有想到我是今天开吧，没有想到是这个时间开吧，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刘海好像长长了。现在上课不能看直播，没关系，拼命赶快上课，上课重要哦。你都是很早，不然就是很晚。对啊，那好，加在耳机随身携带，看一下，我也都是随机携带我的耳机的人，因为就是我走到哪都会想听音乐，不管是坐车还是怎样，等车然后走路我都会想听音乐，就是如果旁边没有朋友的话就会听音乐。就觉得音乐已经是无法分开的一个东西，每天都要一直听。
我会为了耳机然后回家，就是会为了忘记拿耳机回家拿。ちょっとちょっと，这是柏林刚睡醒的脸，太好看了吧？我没有到刚睡醒啊，我是已经有化过妆的脸，睡醒化过妆的脸。有些小朋友爱看手机又不戴耳机，声音都放出来，实在是哦，这样子的确是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啦。还不快买耳机给他，国树。午安，欢迎午安。会不会唱这首？我还不会。可是我多听的话应该就会了。谢谢欢迎战士的应援棒。小朋友不要戴耳机比较好，真的吗？不要听太大声就还好吧。你是说多大的小孩？我每次白天直播都有人开到睡着。哦，真的，戴耳机听后会越听越大声，我也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对耳朵其实很不好。三四岁的小孩就会玩手机哦。欸，我之前看过我朋友一岁的侄子嘛，就是他的姐姐的小孩，然后就是刚生出来一岁，就是他一岁的侄子在滑手机，而且是他真的就是很认真拿起来在那滑，然后他也不会讲话，然后他那时候传给我，我就问他说，这小孩还不会讲话就会滑手机了，然后我就吓到。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年代嘛，就是我今年21嘛，然后就是在我这个年代，就是小学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在流行有手机这个东西了吧，就是大家都有手机，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就是没有很流行智慧型手机，那时候大家都还在用按键式的，那时候多少智慧型手机都很小台，很仰赖那种按键型手机吧，滑盖的。我那时候第一只手机是小学六年级拿到的，在小学六年级之前，我是完全没有手机可以用的，因为我爸爸就是不喜欢我们用手机。然后我爸爸本来是讲说，到了上高中才可以拿手机，一开始的规定是这样子。可是后来因为小学的时候就一直有上才艺班啊，然后还是去外面上课，然后就是有时候要自己回家，然后有时候需要联络爸妈的时候会，就是在发生过蛮多次，小时候要联络爸妈的时候，因为没有手机就联络不到他们，然后变得我可能要去跟陌生人借手机之类的事情，然后爸爸妈妈就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所以就好像有跟爸爸妈妈有沟通。对啊，我终于可以讲出我们那个年代这句话了，就是对啊，毕竟我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就是
讲这句话理所当然的呗。好，继续讲，就是我妈就跟我爸爸沟通，然后就说先买一只手机给我，加上我那时候也一直很想要手机，因为同学都有，然后大家那时候就是很流行用手机看影片嘛，连按键式的手机都可以看 YouTube，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大家的手机铃声，大家会讨论自己的手机铃声在班上的时候，还是讨论传简讯啊，啊，这晚上打电话，啊，晚上传简讯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对，就是大概想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羡慕，很羡慕。然后爸爸后来就买了一只滑盖手机给我，然后我就很高兴。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超开心的。对啊，那个时候就是很流行发简讯，可是简讯一封都很贵，所以我每次都会打很长，就是把我要打的话全部装在同一个简讯里，因为简讯其实有限字数，就是如果你字数超过，它就开始算第二封，然后我就会打在刚好第一封的那个最大的字数里面。对啊，按键式手机可以看 YouTube， 我跟你讲真的，其实以前按键式手机还可以连，就是可以连网路其实，然后就可以看 YouTube。我在家里跟我爸用过，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对啊，就是以前，而且我以前写简讯的时候都会很毕恭毕敬的写，就是我会写柏林敬上之类这种，就是很白痴的话，就是可能传给同学，就说请问今天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问完还是啊，还是怎样，就讲完以后，然后最后面会附上柏林敬上。对，小时候常常因为打简讯打太多，然后或是打电话打太多，然后就会被爸爸妈妈骂，因为电话费太贵了。然后现在吃到饱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网络，现在大家都用智慧型手机嘛，然后拿那种水果品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品牌这样，然后波波拜拜，苏远加油 ，CJ 拜拜，谢谢 CJ 的浪花，谢谢。还没用吃到饱那段时间被同学称代为称之为古代了，
公演要买新的应援扇了，买爆了的应援扇举起来。拜拜，回去上班了，都拜拜，请上班加油哦。欸，可是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吃到饱？我国中那时候有换的智慧型，然后是好一点的智慧型手机。可是那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网络的盒嘛 ，WiFi 盒，那时候会用那个，然后上课的时候会关起来，下课的时候会开。对，差点说了不该说的话。哦，这首歌是 Hige Dan 的 Daddy。 初恋的应援棒，然后后来那时候，反正就那时候网络盒，然后大家就一直跟我借网络，然后可是那时候网络盒其实也有限流量，就是你只要超过流量的话，你的网速就会被限制，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很不想要借大家网络，然后就觉得说，哦，我忘记带了这样子。对啊，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吃到饱的时候，真的是有吃到饱的同学就很容易被同学捧成上帝。为什么会一根头发一直翘起来？因为大家就是玩手机就没有网络，完全是那种限制那种。我真的是看过那种一个月只有一 G 的，我就想这个人要怎么生活啊？对啊，大家那时候都会跟朋友凹网络，我那时候也是一直凹到后来，我妈妈就买那个网络盒给我。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跟妈妈说拜托让我办吃到饱，然后妈妈因为高中离家里比较远，所以妈妈就让我办吃到饱，就蛮开心的。可是现在。上了大学以后，就是办吃到饱电话费啊，还是我的车费，我都是自己缴的。其实我没有再让家人，就是因为吃到饱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必要的东西吧。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可是 GoGoLo， 我讲出 GoGoLo， 就是我的电动车的车钱嘛，就每个月都要缴一次他的车钱。然后因为 GoGoLo 不用。因为电动车不用加油，就是电动车要换电池，所以就是它不用像加油一样，就是像油车一样，就是每加一次油要付一次钱，它都是一个月结算。对对对，一直要小心，不能点开图片或影片。我跟你讲，不然你点到影片就完蛋的那种。把别人捧上天那个人，我也曾经做过这种事情。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缴车钱嘛，因为其实车钱跟电话费加起来也没有到很贵啦。就是我觉得就是就一个，你只要就是生活费不要，就是你平常的生活费就是你省一点就可以缴那个钱，所以就觉得说不要上了大学还一直就是把自己的娱乐费都用，就是用爸妈钱去吃出自己的娱乐费嘛。就是我自己想法，就我觉得我这一年改变最大，就是我以前高中就是，因为我高一的时候有打工到高二，可是那时候真的是太累了，就是我那时候是早上六点，平常早上六点半起床，然后我七点出门，然后七点出门，然后七点二十分，没有七点前出门，然后七点半到学校，然后
到学校以后就是让上课，上课上一整天课嘛，上到五点放学，五点多放学，然后五点二十放学，然后我们还要扫地扫到五点四十，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早上去学校那么早去，就是因为我们好像七点二十分要到学校扫地，我已经忘记了，七点二十分要到学校扫地，然后扫到四十分，然后开始上课，然后上课放学以后五点二十放学，然后要扫地扫到五点四十分才可以回家，然后那时候通常都是上六点的班或六点半的班。有时候是七点啊，有时候他们会让我吃个晚餐，就是七点，然后就是上到晚上十一点，然后上晚上十一点回家，然后回家有时候洗澡弄一弄就很晚，大概十二点一点才会睡觉，然后你隔天又要六点多起来，然后就是一直过这种生活，然后那时候就是常常上课一直在睡觉，就是严重睡眠不足的概念，然后后来受不了，就爸妈也觉得这样太影响我的身体了，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不要打工，就变成那时候。高二开始就是爸妈会固定给我的生活费，就是每个月多少钱多少钱的，然后就是可以吃喝，娱乐费其实没有占很多，通常都是占餐费，占就是三餐的钱占比较多。爸妈给我的生活费就是三餐的钱，大概在台北可以生存。我们有讨论过，就在台北生存，因为毕竟台北的物价也没有到很低，然后就是你平常可能都在学校吃的话，每天都在学校吃的话，可能就是很省。就大概一餐一百内就可以解决，但一天可能就大概两百多就可以解决你的三餐。可是重点是我早餐、午餐会尽量在学校吃，可是有时候放学的时候，大家同学就不会在学校吃饭，除了住宿生就不会在学校吃饭，大家就会约出去吃饭。然后我就很想要跟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可是还有车资，然后就变成说后来就协商到，就是有把价格调高一点，调高一点，然后那时候就可以很常跟朋友。可能就是放学去吃个晚餐再回家这样子，就还蛮开心。就那时候，可能那时候比较不成熟一点，就不会去，就是说，就是谢谢爸爸妈妈提供这些钱让我去跟朋友吃喝玩乐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哦理所当然，因为我就是要吃饭啊这样，然后那时候不会想太多。然后上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这个，就其实那时候有一段时间，高三有段时间我也有在打工，就是。在还没有在这加进来的时候，高三没有，是后来 TPE 换成 TTP 那段中间的时间吗？有暂停一段时间不是吗？就是没有活动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其实那时候就是有偷偷跑去打工一下，然后那时候就真的是抱着甘蔗在存钱，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很厉害，我那时候一个礼拜，那时候就是快暑假的时候，接近快暑假的时候嘛，然后那时候还没暑假开始，就是接近快暑假的时候，然后打工。然后那时候一个礼拜最多可以上六天的那种，然后就一天上八小时的班，是吗？我暑假，对，一天上八小时的班，然后可以上，我可以上一个礼拜最多可以上六天，然后就觉得很厉害。然后我还上过早，就是早班七点上到晚班那种，就是我早上就是因为我们人手太少，然后那时候就是早上七点，然后站到晚上十一点，我就觉得我超厉害那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可是重点是那是我自愿的，并不是老板要求我这样做的，是。因为那时候真的人手没有，就是晚班的人好像就是有一些身体状况，然后他就没有办法。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是早班的，然后晚班那边只有一个人，然后那天还要进货，就是整个就是会大爆炸那种。然后那个晚班的就很绝望，因为只剩他一个人。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跟你一起站到晚上吧。然后就打电话跟就是店长确认说，就是我可能要这样子站了，然后就这样子站到晚上，超猛！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超猛，可是就是都中间都有休息时间，所以我其实觉得还好。然后。就是一起上班的同事也都是好朋友，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其实那个时间不会很痛苦，就是上班的时间。然后我那时候就存了一小笔钱，然后后来就开始听 TP 的活动这样子。然后那些钱大概现在已经就是当然就是有被存起来一点，然后剩下被我花光这样子，就是娱乐费这些不然被我花光光的，真是哑巴。就拿去买游戏、买软体、买乐器之类，然后就有点花光了。转那时候也是个暴发户。然后现在就是做了这份工作，然后就是不知道哎，现在最近开始有一些理财观念，然后就会觉得说，我非常花爸妈钱去缴这些娱乐税嘛，就是什么手机啊、吃到饱啊，然后还是哦骑车，每天骑，因为其实我每个月骑车多半都是因为骑去公司或是骑去学校这两个地方。出去玩的话，通常都坐捷运比较多。其实有时候也是会骑机车，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这些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因为我就是我父母已经有
给我提供很多东西了，就是像这台，因为这台虽然这台是二手，这是我生日礼物，因为我很想要，我那时候想要用一个音，就是一个音乐软体，所以就一定要用这台电脑，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我爸爸求，他是国外的网站帮我找了一台很便宜很新的电脑给我，很新很便宜的二手，真的是超好用，我到现在用它也是好的不得了。然后，对啊，就是谢谢爸妈，就是缴，我在缴这些钱。然后我还要缴哪些钱？应该没有吧？电费那些也不是我缴的。对啊，应该就是我就是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缴自己的电话费跟车费啊，然后还有生活费，就是自理自己的三餐这样子，然后养好自己，然后我还有一个房子可以住，然后还有家人可以陪我这样子，就觉得这样生活其实蛮幸福，然后还可以做我喜欢的工作，跟大家一起在这边聊天。就还蛮赞的，现在的生活其实我自己个人是挺满意的，就是我现在有学校有朋友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看一下身边平凡的美好跟幸福嘛。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说啊，自己缴电话费好烦哦，这样就是可能学生会觉得说、啊、自己缴电话费好烦，但我其实会觉得说，你当你有能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虽然现在这些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还是。就是没什么，就是自己缴钱没什么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点小小的成就感，毕竟我之前就是挺废的。对啊，花的比较没有罪恶感，真的，我跟你讲，你之前就是之前领，可是之前就是领父母的餐钱，然后说就是省吃俭用，可能省个几一餐，然后跑去打游戏，跑去打机台，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心里怪怪，然后肚子又很饿，然后就回去又吃家里的东西这样。然后因为我们家不煮饭，我们家就是因为一些原因所以不会煮饭，就是爸爸很忙，然后就是我们家比较就是自己解决比较方便，因为大家都很忙，大家的时间都不一定，所以不会聚在一起。因为我工作学校忙，我弟的学校，然后他现在考大学，然后还有很多证照要去考，然后我爸就是平常忙上班嘛，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三餐都是自己解决，最多最多就是我跟我弟一起吃这样子。我跟我弟会一起互相买晚餐，或者是互相买一些点心给对方这样。可就是可能用 LINE 联络说，哎、欸，你吃了没？我没吃完、啊，那要一起叫东西吗？还是说那我要买什么？我现在要去买什么？要帮你买一份嘛？我跟我弟现在大概就是这样的关系吧，因为我弟也可以骑车，我也可以骑车。终结尼特生活了，不过是因为国书现在也有在忙自己的事情嘛。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平凡大学生，然后很闲这样子，也没有很闲啊。今晚要炸厨房吗？好好笑、哦，我跟我弟不会这样的，我跟我弟很少炸厨房，我们俩都是不下厨的人，我们俩都是超级无敌懒虫，只会问说，哎，要叫外送吗？一起叫比较便宜这样子，一起叫就是会有那个就是那个方案，满199不用运费，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叫。因为一个人实在是很难点到200。午安哦 ，Lodi， 没事就想数菜哇！大家都是好厉害、好加分的人、啊。可是我自己是蛮喜欢做甜点的，我很喜欢做起司蛋糕，
之前就是做乳酪蛋糕，撞乳酪蛋糕节来，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起司跟乳酪蛋糕，所以我就会想要做。吃完就没拉肚子，我下手有点说吃完有拉肚子下属。那其实还蛮不错啊。其实我有时候做很多甜点都是卖相很差，像我之前做过饼干，然后它比较厚一点，然后那时候就是它是红茶饼干，就是我是用红茶茶叶包，就是撕开然后下去做那个饼干，就用那种茶叶粉吧去做这个饼干，然后它就是表面上就是黄，它是黄色的，然后烤完是黄色的，然后表面上就有点灰灰的那个点点，然后我朋友就说很像就是麦当劳的鸡块，然后那时候其实看了一看。我本来一开始听到傻眼，然后后来看一看发现，真的还蛮像的。小时候第一个志愿是当厨师，真的，我也要小时候要当音乐家，就是要当钢琴家，然后后来就放弃了。昨后偶像成立，你是说那个吗？有僵尸的那个，就是被车子撞的那个。佐贺偶像是传奇。
主婚的开场就震撼到我了。原来六公园在山顶是帮运营的，小黑坐在山顶吗？这次真的是运气比较差一点啊。没关系，我会尽量找到你们。虽然每次山顶的人光打下去都会像无头骑士，可是我知道你们在上面就好了。说到拜拜拜拜，做 M6， 反正幸运你看得好就好，看到就好。好的，大家好期待的是嘞。帮着往下看表情真快，谢谢。抱歉，在看学校的东东。还记得我们上次直播讲了很多很心里话的东东吗？感觉下个礼拜还是可以讲一下，因为这礼拜直播就剩几天，然后下礼拜直播，感觉就可以再跟大家多聊一点心里的事。大家觉得呢？因为今天其实人比较少。我就想说可以等到下次的时候跟大家聊，因为其实就是上次聊了很多，就是我做这个就是做偶像的一些想法嘛，就是觉得很久没有讲这些了，然后就突然想讲。新的一年嘛，就其实还蛮期待之后的发展， TP 之后的发展。一宿点灵大师开示，大家听吗？当我的信徒吧，各位。对啊，然后，这次的公演就是换了 UNI 去，然后我自己个人是蛮期待，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喜欢我们这次的新的 UNI 曲，可以吗？
我超期待，我也是鹿教喽。对你们起飞吗？当然，我会带大家去各种地方看的，只要比较讲，就是像是 HR Face 还是音乐季，希望柏林到哪里，然后都可以跟着我，然后不管如何，会让大家看到更多不同的柏林，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期待，可以吗？期待摩基隆，超期待，我也很期待，就是其实我也很期待看别组的，可是不能看，所以就可能就只有彩排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希望彩排可以偷偷溜去看他们。他演波乐站后面应该没有人会发现，假如是 staff， 有他那个像波乐 staff 吗？这是替身，这是替身，这是什么？这是替身魔法是吗？替身什么？可恶，真想看。那就当然只能看 Daisy 组啊，这不是当然的吗？哇，新年新希望。
Happy New Year！ 现在其实已经都四月了，然后我还在放 Happy New Year。欸，真的很快，2021年已经剩下八个月了，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吧，快三分之一了，很快下一年又要来咯。好了，我要先来念今天的排行榜。好的，今天的第八名谢谢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然后第七名谢谢暗红，谢谢暗红。第六名谢谢刘建谷，谢谢刘建谷。第五名谢谢膝盖帮纪国树，谢谢纪国树，谢谢国树。第四名谢谢 CJ， 算 CJ 现在是上班了，谢谢 CJ 哦，谢谢。然后第三名谢谢好多组，好多组织。朱里恩，谢谢朱里恩，谢谢。第二名谢谢萨库拉，谢谢萨库拉，谢谢萨库拉。接下来是第一名，噔噔噔噔噔，谢谢阿当，谢谢阿当，谢谢阿当。为啥念全名啊？爽啦！就是要故意闹一下你们。没啦，还是可以讲一下。别啊，不想面对。对啊，时间真的过很快。好啦，反正大家记得来看 Uni Daisy 吧，记得不要睡过头，各位。然后记得就是，就是开心的去看这个公演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很，就是我们每个月公演都可以成为就是大家很期待的一样件事情，这样就可能大家平常生活、工作、上学很累、辛苦，就是想说啊，下礼拜要看公演，好开心哦，这样，然后就会有动力可以继续加油，这样，希望可以。给大家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会觉得说啊，这礼拜要公演，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就可以表演，又可以唱歌，又可以去找大家玩的，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很期待嘛。反正就是像这样子，我的肚子在叫，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吃饱哎。好啦，大家午安，拜拜，上班上课。